无奈的生活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吴娜。我今年23岁。我现在是单身。我是一名服装设计师。我在北京工作。我有一个弟弟，他18岁了。他很帅，很受女孩子欢迎。他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。我家一共有4口人。爸爸妈妈、弟弟和我。我还有一只宠物狗。它的名字叫毛毛。它很可爱，我很喜欢它。它每天按时叫我起床。我每天坐地铁上班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。Thanks for watching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learn more.